去了，大哥，我快尿了。疯了，快打！现在怎么办？日暮旅行啊！肩膀太紧，必须要松。贵老大表弟，成都欢迎你。我国在战国时期称五谷耕，简直是太好了呀！贵宝发明排行榜前三名，穿墙啊！大哥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哦，那就节省时间，贵宝上汽车。太疯了吧，大哥！太嚣张了！疯狂会场，开心之宝。